给我带了三盒吃的呀，来我尝尝。嗯，我不会喝这玩意儿，酸不溜丢的。你这样，你到那边小卖部给我买瓶两块钱，去吧。男人讨老婆，颜值非常重要，一句话概括：帅则妻妾成群，丑则孤家寡人。来，共产党，咱们做个游戏，碗呢底下有肉干，猜中了就可以吃，好吧？猜吧。那我猜这个是吧？哈哈，我猜中了，嘿嘿，你看这个。你是真的狗，闲来无事用二花装扮一个得道高僧，来一顶西瓜皮帽子提升气质。来来来，我看一下效果，往这看往这看，我的个妈，这也太猥琐了。猴哥你在干嘛？我在拔胡子呀，长了满嘴胡子，下午要去相亲了，不拔掉的话显老。不是，现在猪肉都涨价了，你俩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成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你别生气，我俩都瘦了，等俩月。这是我老弟，号称桌球无敌小霸王，真的，单看你打球的姿势以及表情，就算丁丁过来了也不好使啊，主要是怕摊事儿。大爷不愧为大爷啊，钓到鱼以后走路都带风啊，真的，我估计这条鱼到此也没想到会被游击示众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